三月十五号，哦，2021年，陈英坤，我中了邪，这样子，哦，我可以感恩一个亲戚，不管我们是修佛个八十个也好，哦，讲话不要气气懒傻鬼懒，哦，我们点了什么香，哦，不要讲一样用什么香啊，这个是你们想做风水个也是一样啊，庙个也是一样啊，讲点什么香，你是不是勾一个哦？是你们想猫不出。哇，讲啊讲啊几好，我不空讲过可以哦。国天我下去找我老板哦。去了哪里？去了王后马香，买了香几多钱？啊，那香价钱这边给你。啊，这个我回去的时候加油哦。我这样讲真季节啊，我老板救了我，我中了一个亲戚的邪。哦，不管是肮脏东西呀、啊，哦，有些路边啊，每个人都会中到的哦。借壶还要这样子啊，给你看一下。哦，我老板也是，我是有给他看风水，要七八千。我跟你讲，我没有钱，你要也就帮我，你帮我，我每一年买一支架枪给你，把锅块给你，然后每年我买给他。哦，这张符没有考过关的，是这样子的啊，没有考过关的，还没有做印的哦。这符本要自己画。现在每个人起空，他讲难过，他讲有时人过的时候要画，老不及画。哦，他现在印了那个魔，这个魔。啊，每个人不要哭你个舒服啊，哭气也好哦。办事不利也不要去办啊、哦。啊，这些符有办事出来的。啊，这些符还有画出来的。哦，人家讲要杀桂林子哦，都不用哦。这些符它印出来了，要念出来的。啊，还有很多人八成也不会，做人也不会哦。我天天发生什么事？我上一天有讲过，天空有下灾难哦，有雷公响，我就知道。啊，安装公司他会来找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他压住我，我看看你的人口就怎样哦。我查那个爷那个安装公司那个人口给我看看啊，我也不怕他，哦，他身体压住我几个钟就没有事了，我肯定还是会跑个啊。这个我跟我老板请回来个啊，这个不管是生意壶什么壶了啊，啊有日有夜，这两只哦，那个花柜已经全部烂掉了啊。啊，这个是我国家的宝，哦，你看这个有日有夜啊，还有很多起空人。什么叫日夜？还有很多人不会分啊，那个符还画个五泄五染。人家讲，你看我这些公司全部烂掉了哦。上天我要找他，上天11月的时候口难阿进哦，我去不了哦，他也是要帮神，我帮不到他忙，他说我尬谢他跟给他哦。你看还有两粒高。我几年给他申请的8月15，擦一下，没有升级到这边，你看，8月15啊，8月15华人啊，2020年，你看，申请回来到这个，哦，他讲叫我试看一下你的生意做到这样子，一个人做也好，各个人做也好，有些做工不认真啊。啊，你看，没有烂掉的，哇，这个是还是真正的宝。还有很多人过年要告的时候，哇，这些厂家没有良心，没有看你们的良心，那个葱、蒜米拿去喷气，哇，你这种东西，你们华人做错了，能悔改吗？你讲你华人霸神，你个鸡娘爬去哪里？你们有没有尊重他？啊，这些公司是我请回来的哦，我又不怕，不管你是麻山也好什么哦，我今天就拎他，隔天我去拎他，我去搞狗牌的时候，啊，狗牌搞出来了，我问他什么事情，我讲你很阴啊，你做工地方很阴，那么会阴呢？人家车主驾车啊什么啊，样样的问题都有啊，啊，我们去给他做下去，每个人都会中枪的，我可以感恩一个亲戚哦，我已经看了不归进，我就下去找我老板。哦，顾客要骂应我什么，我也不给他告个，不管你个某某几个都不用紧，我个天神告这边，我自己令旗没有告到我身边啊，我是全部是丢到这边。哦，我睡觉的时候他来找我，不用紧，他没有事。有时野鬼野神啊，这个世界我所讲的，人家住，鬼家住，哦，你们做什么事哦，看你们的双手跑不掉个，哦，啊，我应这是真正的事情。只是点蜡烛要顾，蜡烛会盖下来啊、哦，就谢谢大家。然、哦、后这个壶是哪个刺的？我个神仙嘴，像风很尬，风很尬。这个是哪个刺的啊、哦？这个刺的这样子点下去，点不够，比较麻烦。等一下我弄好了，我给他知道。
哦，这些你看我上个公司，还有很多人做生意又不会每天桂林湖撒鸡蛋，你跟天讲没有用，你要跟你的神讲，哦，我们的神罢了，那个神，神跟苦地公祖先不用讲，你那个路不是顶在鱼子这边，还有人你要给他过一条路，给他看个在里面，啊，这么我跟他讲。三年前、四年前，跟我要跟他分掉，希望给他请他回来，我自己弄个啊，这些公司啊，给他下来的时候简拎拎一下哦。这种神啊，不是讲一辈子哦，不管什么哦，不管你不了几个年，到时候请你老板来拎拎一下就可以了，也是不用请的。要钱就摆一个红包给他，摆一个心意啊。我老板是跟我讲心意，没有跟我讲几个钱。我上一天我没有，个公司他已经给我了啊。经济的困难什么、哦、你们做生意要老实一点，不要骗你的神哇，八个怎样怎样、哦、你们做骗的人还有很多，不用紧，你们要做善事，善事做格告是你们的，有些格不告还要讲人工话哇，讲个叫我这样子做生意，老板你做生意都不会，还要明明骗社会人，我做出来我很高兴，告我写告个人生，还有很多人写不告啊，这些公司我已经给你看告了哦，我没有骗我老板，我如果今天骗他来讲啊，他会知道他会罚我的，你们不用来罚我，我有自己的爹娘、哦、我的公公爷爷在哪里我都知道，我给你梦出来的啊，你们不相信，不管你是嫁儿子嫁孙讲孙子，我也不管你哦。我婆婆有三十多个孙，现在我要长住啊，他们要画高不画高，不管你是什么博士博士长的，还要怕骗你一个，还要骗你一个爸爸妈妈啊，媳妇儿子都是一样哦，还要骗你一个爸爸，因为你爸爸妈妈有资产了、啊，每个国家想要骗要花，哦，你没有给掌声不用紧，只要给你拿个格告是怎样，啊，因为我知道是谁，我都不敢讲，然后我讲就去啊，全世界可能知道，全世界人也不用去找他哦，现在要靠我们的双手做回来，啊，我也不怕你，啊，不管做什么人，做人要会分三寸哦，老板就干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要感恩之国，还有些人不会。想要八成几厉害，如果你有比我厉害来讲，我可以示范你啊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你可以替天后宫啊，人家讲要起根基哦，根基过生了啊，现在请根基，你们做什么人也好啊，四十五个六十五个还要选一个出来，请真正的跳空的人，有些会跳一根也好，很危水，也不用跟我危水一个哈子呀，也要听清楚哦，告诉我就叫我老板去找你，不管你认识我也好，不认识我也不可以乱搞人家的。哈子牙跳哦，哈子牙跳空的时候啊，是酷的，知道吗？哇，每天很会搞人家，会跟我，会认识我可以搞我啊。我要叫我老板去找你啊哦，我天下我拎空了哦。哦，不管干二伯爷也好哦，不管哈子牙跳错来讲，你要给我赔偿他，不要这样子哈子把尽人民哇，怎样怎样很危水哦。大哥，上一天我有去干二伯爷。不知道第几件啊，到我乡下这边我要跟他请安的时候，他讲我是谁，他妈你这干鸡哇，也是我一个空地嘎嘎嘎的有做可以花的啊，你们就知道是谁了咯，哦二伯嘎伯爷也要听清楚哦，天是最大哦啊，神是第二，第三就是你哦，第四就是英国人啊，第五就是马人哈基哦，我希望我帮你拎空他啊，也不要弯脚把心人民，我们现在把心人民狗没有钱吃饭了哦，赚了狗没有，每个世界中这种兵，每个国家死哦，死最多的人你们都知道是谁了哦，现在也要救把心人民，不讲你看嘎机就很厉害啊，我还要马酒给你喝啊，我没有马酒给你喝，你又也可以再跟我赞助啊，你看这个我的老板，这衣服也是够本了啦。哦，各位，我要忘不忘不是你们讲的，是我讲的哦。啊，这只令旗，天上天天空有下雷的时候，哪里我都知道。啊，东南西北风跑不掉，哦，这样转三天。这令旗我看要嘎气回去碰到我家这边比较好，因为啊，这几天啊，天下下个东西啊，我已经收到个灵感。如果你们人一个没有灵感啊，拜神我没有什么作用，不是讲你的神不灵啊，我拜个神几灵灵。好、哦，现在上一天我有嘎些嘎的香给他，嘎些这种金贵啊，这金贵的香。那天我有买了八个两百块，已经嘎些了。到时候我要回去乡下，我也是要嘎些一间庙。这间庙我也不敢跟你讲啊、哦，这间庙每个人都认识我啊，我没有出马上法的，
哦，尽力而回到这社会哦。不管我们做人要分个咖喱三寸，要分我们天命，我们人有天上有三尺有神明贵啊。不管你罢了修了什么，每个人要靠修了自己。如果老板没有给你中万字啊，你们可不不会去罢他的嘎街庙，可是一样有给你中万字，我还会嘎去他人神啊万能座啊，他们也每天会给你中就。像哥哥啊，十个二十克给你们种一条，你们就很高兴了咯。啊，有时要感谢他，感谢他嘛，简单的东西啊，不要讲到买个几贵几贵啊，我要换名次啊、理事啊，全部要抢位啊，我给他不够空啊。这个事我已经看到了，我谢谢大家了，我谢谢我的老板，这些东西，不管我人在哪里也好，我可以另空天下，我另得到了。啊，现在跟我朋友讲话也是 KT 啦，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试试。小孩子最重要，小孩子根本会种这些肮脏东西，因为他的灵魂还没有，灵魂还小，等他大的时候二十个会他就打卡了，打卡他就不会打卡了哦。每个人都会种，每个人也是讲话啊，不要讲 KT 啦、傻狗啦啊什么啊，然后还有写给我叫我吃，加钙要喝吃啊，啊这是沙水质。这个就是我的神仙水啊，我的神仙水有扒出那个，你扒了这些东西，它氧气、它细菌气这些东西去吃。这个我到现在还没有空去请这个东西，我等它下个月，到时候我看一下啊。要一年了咯，很快咯。这个老板你要标我几个钱嘛？我讲我给他几个就给他几个啊，他跟我砍价钱，我讲我没有钱，生意做不干，他就给我拿做示范啊。这些公司别不够用啊，跟他扣扣跟他拿过一点，他给我不够了，以前是给我28张，现在给我14张，我觉得我要给他扫下去啊，就是没有糊了，这一条书扫了什么，给我做工的地方亮亮，不会肮脏哦。不管你扫什么贵风工没有什么作用哦，这个全部都有法术的哦，我老板做了证不用怕，不管天跟阴啊，要马上救人就保持人民，是讲阴是讲缘分，还有很多人不了解，讲我个神爸不灵啊，是你们自己口脑花掉，我所讲的你们天下百姓，你们想要怎样哦，做人果不会分散，就看有别看有骗人家的钱骗不用钱来啊，做风水师果是一样，讲了果没有逻辑，你看你做风水师做了几个，我老板就要这样过人干老板这些啊，给你看他的名字就要这样过人啊，你们每个不用按一声啊啊，符果有灵感的，如果符没有灵感就是没有用啊哦，灵感不是讲，不讲每个人收个高个啊，就谢谢大家了。我很感恩感谢哦，告我什么人生我不会的时候，我老板会给我梦哦，给我叫我去做，该做的我就做，我是有时候救了那么多人，有时自己没有钱也是没有办法。现在还有给我一点钱，我就去慢慢帮了，帮不完啊。哦，是你们自己父母亲照顾儿子不好，没有好好这个家心哦。啊，每天骗你爸妈钱，又骗人家钱啊！给他直接住到孤儿院，不讲可怜啊，是你们炸成的，知道吗？我老板都知道，啊，你们自己八成都知道，你们不要再犯错了，做正一点，只是要做个正，我也不知道，哦，做正一点，到时候你下一个的子子孙孙都会格告，啊，我没有骗你们的，我已经格告很多样东西了啊。我们人生出来没有讲八一个荣华富贵，我们人生出来 baby 一件衣服都没有啊，谁给你们，你个爹娘还要去买几件衣给你们穿，是不是啊？是，你们就会了解，不要去玩偏差偏色，没有用啊，我给你隔个3000-4000都没有用啊，因为我隔高我可以用啊，20年去做工啊，学什么工我都会啊，我跟人家学法不一样，有些老板给老板骗我的钱我有，哦，我该帮个人我会看个啊，哦，你们不用来叫我这样子去帮，哦，我帮个贵上天就给我的贵，我，哦，就谢谢大家了啊，哦，你们自己看啊。